其他的年纪比我还大，那都叫妹妹的，那我要叫弟弟嘛，就是他了，不要讲谁了，好不好？不要讲谁，不要讲谁的，妹妹，人家叫他，他年纪很大的，他年纪很大，他比我大啊。台湾电视史上只有一个妹妹哦。然后我要讲就是我们这位自制妹妹的，就是说，其实我比较不能接受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英语老师，然后这位妹妹呢，她交往的都是一些外国人。那因为我的专业是英语，我也开英语补习班嘛，对不对？那在大陆也开英语补习班，她每次她上节目都要批评我的英语发音。那我觉得，其实我们大家好像都有稍微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对，因为我要讲的正事，因为我是台湾人嘛，那我本身是土鸡，那你跟洋鸡来比，真的没办法比。对啊，我这是土鸡，这属于我，后面是洋鸡吗？还是玫瑰啊？所以你对于你说的这位妹妹，你有很多的意见。对啊，当面跟她讲。她批评你什么让你受伤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哈，我们当一个英语老师都鼓励学生哈，不要太在意自己的那个语调，对，腔调。勇敢的讲英语。其实你念完两个留美硕士还讲这样英语，我觉得勇气可嘉。谢谢，因为我是台湾的嘛，我在美国就有三年。你难道都没有机会直接跟他讲说，哎，你不应该这样批评我，你要尊重我？我没有机会呢，而且我也不敢，而且因为我觉得他是很凶，他有一种感觉，什么感觉？很可怕的感觉，什么可怕的感觉？就是很凶，很凶，而且听说。他跟很多什么帮的都有交集，你们跟我别讲哦，跟我别讲说了，比如说可以说慈济吗？国光吗？国光吗？所以他是你旗下的吗？是啊，以前是的，但是我们现在一直都就是，因为我们没有解约，我上次问雅雅，雅雅说没有，我们很早就不是了，一辈子都是啊，所以一直到现在你都觉得心里面很受伤。我要这样讲，就是说，你要不要对着镜头？他有什么想要跟他讲的？对啊，我就说这位前辈，因为他也是前辈了，我真的很尊重他。但是因为通灵圈，我的本业就是教英语嘛，那我也是全国做英语讲座，最主要是鼓励大家不要在意自己的腔调，勇敢的讲英语。然后的话，你在电视上一笑我的话，其实很多学生都变成不敢讲英语了。所以拜托您以后帮忙一下。童一卷，刚刚你讲这句话，因为他英文很好，所以你用英文再重讲一遍。Also, I would like to show not my opinion to you. I think everyone has his own accent. So, Tony Chan has my accent because I'm not Taiwanese. Very, very good. Very, very good.这位 Tony， 你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，你这个有十年了吧？很久，你在我后面已经骂了十年了。我骂说我骂，我只是骂嘛，你咋的呀？我是说，你刚才没来挡台了，我是没有来。不是，我跟你讲啊，其实啊，你是一个很直的人。谢谢。我还比你更直嘞。我了解，对不对？因为啊，当初我可能也对你有点误会，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我想说。
哎呦，穿个安尼哦，他这是礼貌，他真的觉得他品味很好。然后呢，穿成这样子，然后动作又很温自然，很温柔。对，我一看他阿内姆都 gay， 我就以为你是 gay， 我抱歉，你有很多很好的 gay 朋友。对，我有很多很好的朋友。然后呢，我也去问他们说，哎，他是不是？然后每个人都说，嗯，看到马斯还要问。抱歉，那以前是误会。但是我觉得 gay，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绝对不会其他，我有很多很好的 gay。他是说 gay 都很漂亮啊。然后呢，我就想说，哦，然后再一看，这个人行为举止又有点夸张，又有点怪，然后再加上更糟糕的是沈玉琳那时候签的艺人，全部都是怪咖，没有，他就签过一位，别的他都没签，他这是误解，他签的都跟他自己差不多了，就是他选择一个不怪，对，就是同意了，好吧，他签了怪的一个，我就是想说，哦，那他签的人那一定都是怪咖，然后呢，再来对你印象很不好就是。无缘无故的你去跟吕秀莲求什么婚？那我都解释过，对对对，那是误会。可是对我们当时来看起来，你 gay 气的就去跟吕秀莲求婚，你是把吕秀莲气死还是怎么样？人家是副总统，又不好意思表现什么。那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原来是被记者拱的。可是你也去做了一个很大的看板呀，对不对？顺水推舟了。所以让我们来讲，就误会，很误会，就对你的印象不那么好。你来上我节目啊，一直打英文，打到我快要就怎么搞的一个英文老师，起码发音要稍微标准一点。因为我一直认为学东西就是要学到最好。但是问题是，我想看，没有关系啊，也不能怪你，因为你有自己的 accent。就像新加坡人讲英文，哦 ，Singlish， 那你这怎么叫 Taiwanese？ 没关系，其实它是一个没有什么新的。对。然后呢，其实也蛮好笑的。节目里面有他的话，我看了又觉得蛮高兴的。那今天要不是你来耍这顿宝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节目就是失去他的这个精髓。而且他都跟你贵人就原谅他，对呀，谢谢，谢谢，谁跟谁道歉呢？原谅他，可是他原来是他对你不满，对，他对你不满，你只能让出来，你就什么都没了。我自己本身是老师嘛，那我是知道说很尊师重道。那我们罗碧玲小姐她在演艺圈真的，我现在叫罗碧玲，你改名了我都不知道，对不起。对呀、啊，你已经太久不知道了。不是，他已经恨我恨了很久了，看到我记得那个。对。对啊，所以我也很尊敬他，也是前辈啊。那谢谢你，希望你多支持。会，其实他一句话影响很大。那他这样一讲了，你跟他的招牌讲。少了一半以上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对我们影响非常大。其实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台湾的学生啊，出去考托福的时候都很厉害，很会考试。不是托福六七七满分。对，所以我告诉你啊，比发音我赢你，比文法你赢我。哦，谢谢，各擅擅长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对是啦。对啊，你如果再招生的话，你知道吗？有抱歉一下。你这个会吃醋。再招生的时候，如果怕有麻烦的话。请我去做正音老师，好学你的文法。其实我讲的发音，发音有美国老师在教，其实都有那个，不是他，对不对？不是他，因为我们台中补习班请不起啦，请不起。没有，你们这罗美厉害，因为他一讲的话，你的女学生应该会跟他学，就会有很多外国男生跑过来。男朋友来，就好。最后就跟沈玉讲了，那两位真的要和解了，谢谢罗姐了。我们两个。我当你是姐妹，我没有办法当你是男人，姐妹拥抱一下是没有关系的。男朋友会吃醋的，我男朋友大方的很，如果不大方的话就不能做我男朋友。谢谢，但我有福利了。我从来没有这种福利过。其实我不应该批评他的英文，对，是中文的问题。这个问题不要再怪他。我是买东西在听的，我给我要三刀，来赶快。谢谢，我听到我假洋鬼子嘛，把地图好。我刚本来觉得很感人，后来我发现 Tony 做了。
了一个动作，他偷偷的把他的毕业证书往旁边移，然后叫我妹妹坐到中间来。没有，他女孩子坐中间蛮好的。说真的，其实最好是对方面。你说你了，说我知道，我妹妹要来，我真的今天不会来，因为我太恐惧了。不要恐惧，我就来了之后很棒。不要再恐惧了，不要再恐惧，谢谢。不要再恐惧，因为更恐惧的是下一位要来坐旁边的。对。还有人呢、欸，还有一位来宾，今天要来做什么？最可怕都出来了，还有人啊！开玩笑，应该有王中平的吧？对